第四，2014的春节，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去意大利。从纽约去意大利需要8个半小时，坐飞机左右。我们通过海，一定要通过海关。我们通过海关的时候，他们问为什么你来意大利，你来几天？我们通过海关很顺利，没有人接我们机，所以我们坐火车去旅馆。在意大利有很多公车，很纽约一样的，比方说有火车、公共计程车、出城汽车。一件事我不习惯是他们的公共厕所，因为要给钱去。如果不带钱的，不可以一天去厕所。在街路上，我看到有的人被意大利人骗，有的人被意大利人偷钱。我记得有一天在意大利，我的爸爸被人骗钱，因为有个男人给他一点牛的食物，但是我爸爸没有给钱他。虽然意大利有点不安全，可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。谢谢。